边哈，我们就尽量靠右边的线，靠右边的线。为什么？72啊，它的路很窄啊，啊，所以啊。你讲这边啊？啊，对，我们就。我们不是前面还有一个章？我们靠右边的线，因为72啊，它会挤过来，然后它的 arrow 啊会出来，它的 arrow 啊，对，不用超过线，就是在那个线上也是可以，就是不要靠这里比较多。靠左比较多啊，不要靠左比较多，因为72它等一下它箭头灯它出来啊，它可以走嘞。你变成不会阻碍它吗？
两颗梨。你就哎，不能，他不能走的，他不会走的。我已经打电话了。啊。没办法了，家里下。啊，对。看他，看他，看他。他爸是在那边的。他没有走哎，他过来了。早上没有的。最麻烦了，大哥不可以下吗？啊，不是麻烦吗？是职责嘞。可以到老人家不是麻烦吗？他应该是一到去接那个。对呀。也是安全，他这样放出去不安全。车很安全。讲这个难转啊，不会啊，慢一点点，你要去你慢一点，你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啊，不会的，不会，很好，很好，不会，没有问题，是怕我帮他鲁莽啊，哦，怕他射这边的、啊，怕他射这边，啊，怕他射这边是那边，你明明是吃这个胃啊，等下他以为你，结果后面你后面的胃是吃过去的，胃肠，啊，然后你往前一点哦，你不要动你的身体。小林不要动啊，然后往前哟，就你拉出去了吗？你小林不要动，你拉出去啊，然后你再来摆啊，就刚刚好了啊。这边有人上石头过，石头过。那个是楼里那两个的。啊，大楼里。大楼里才会的哦。对。我们的大楼会。我们 OK 了啦，他们在等着你知道。对。我下班就可以了啊。好，你下班，谢谢你啊。会了，会了。他今天加班到我。
刚刚好哦。哇，对。美美啊，美美。快一分吗？你再快一分吗？啊，快快两分不要停的，因为他到最后的时候啊，那边啊，他啊 W6 那边有一点点车。啊，如果你加两分也没有关系的。啊。加两分，你去到车头就刚刚好的了。假如这个摇呢，跟着刚刚好了，跟刚刚好，我去到车头就迟到了。跟着刚刚好就迟到了。啊，迟到了，因为 M 六 C 那边会有一点车。一分两分啊，都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它有一个站。
么短。嗯，所以说很好吃，我说刚才那天千万吃。哦，啊，要按喽，按比较好。对。压力过头了，吃了短短，虽然是短短，对呀、啊，我每次新路线我都是这样。啊，对对对，现在你走一趟哪里都，等一下你就问我了。抢到是对，几啊？啊，这样。
second half 了。然后每个那个血要早早的咯，啊，吃的不要走哦。原本我说是一点多，赶到手喝整一点多。过后他又是水电又打一个小时半的后面。这样的，你开口我就帮你，我没有特地问有没有东西要锁什么，就算送车啊，他没有。那这边你就要小心一点哦。不错，那个汽车也是要小心啊。那个东西也是可以装的。之前我晚上。他一跟你一起装的，来装，啊，靠来，多一点点，靠来这边多一点。我家是啊，我星期就来啊，我所以我就顺着走吧。